Apa kabar? Semalam malam saya orang Taiwan, sangat senang bisa berkenalan dengan anda. 我说完了，好，好，这个影片呢是为了就是谢谢大家祝我20岁生日快乐，然后就是的感谢影片，然后我非常有诚意的去学了4句的印尼话，那刚就是打招呼的用词，我也不知道念的对不对。然后我跟大家郑重的澄清一下，就是我是台湾人，我在台湾出生，我的爸爸跟妈妈都是台湾人，好不好？就是我真的是没有东南亚的血统。然后还有人就是觉得我不是台北人，这我真的要声明点，就是我虽然在桃园出生，可是我2岁就搬来台北了，所以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台北人。就牙套怎么戴这么久了？没错，牙套从高一到现在5年了，腰束为什么会戴这么久？其实呢，就是我的牙齿前面就是已经慢慢拉，然后拉的还蛮整齐，只是后面的牙齿就是如雨后春笋的长出来，然后就长在这边，然后就是牙套一直做调整，然后我又不喜欢拉橡皮筋，所以就是非常的慢。我现在脸应该是蛮亮的，因为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有一个大光在照我。我对，因为你们看不到我。因为我脸上是有很多痘痘，因为我这几天都2-3点睡吧，我都一直在赶一个地图竞赛。就谢谢大家，就是祝我生日快乐，然后每一个都有看，然后我的小卡，哦，太感动了，我今天收好多小卡，就是我每个小卡都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过去，那就非常感谢这些人能够让我20岁生日过得不太一样。我的生日其实没有这么重要，就是大家既然祝福我，那我也希望能透过这个影片来祝福大家呢，就是在未来的一年都非常的平安顺利，然后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比去年更好的人。那我也期许我不要在未来的一年成为大家的雷人，祝大家能够回家过个好年，拜拜。欸，我突然想到我可以再录一段，就是欸，我发现我其实我台语蛮会讲的，我台语讲到不勒练的，实在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喜欢在咧大家的面头前讲台语，但是大家都想讲我的台语讲到不很好，但是我感觉我已经不错啊。好，够了，这个刚应该是我就是说的智慧量了。那我为什么要再多录这个影片呢？就是就是有些人真是不 OK， 那个我来看看谁不 OK。 哎，我就知道卡